三哥，你坐在这里了。三哥，你来。哎，啊，你来坐在这。哦，我坐在这哦。燕哥是在吊灯吼，啊，我伫遮看，一寡钓鱼来咧遮钓的时阵吼，较危险的所在，我也伫甲讲，甲警示。甲警示。哎，啊，因为这个钓点，燕哥是这钓点算东北角上安全的钓点。东北角这钓点最安全。最安全的钓点。哦，啊，在我们右手边那边那个外礁，哎，那一个是最危险的地方。最危险那边那个地方。对，那个地方。来这边做钓的话，全身配备一定要。对对对，防滑钉鞋、救生衣一定要穿。防滑钉鞋、救生衣一定要穿。哎，哦，而且把这边的钓点的那个垃圾要带走。垃圾要带走。哎，垃圾一定要带走。哎，最基本。那最近现在有什么鱼出现？哎，最近是蓝尾乌的正鳍、大咬鳍。蓝尾乌哦，哎，蓝尾乌，东北角的蓝尾乌是最好吃的。哦，据我所知，好像蓝尾乌是在，哦，我们中国的东北那边，因为河口的这个温度变冷，对，所以这个乌鱼会往台湾，往台湾这边游。对，哦，往台湾游，所以我们现在是正期，现在是十月底了啊。哎，十月底，十月底就慢慢已经靠近了。对，已经靠近，因为我跟你讲这边的特性是怎样呢？我们目前在燕歌石做掉的乌鱼，全部都是本地的。本地的，哎，野生乌鱼。野生乌鱼啊，而且旁边又没渔港。听说这次就是蓝尾乌。对，蓝尾乌。为什么会有蓝尾乌？乌鱼有分成几种？哦，乌鱼有分好多种，有我们常讲的蓝尾乌。蓝尾乌，哎，它是头大大的，头大大的，哎，身体长长的，身体长长的，而且蛮拉力蛮强的。我看我上次有人po这个鱼货，有的蓝尾乌很大，那么大。对对对。哦，哎，啊，再来就是有那个回头乌，就是我们渔船在抓那个回头乌。回头乌，那个肉跟这边的肉不一样，不能吃。哦，不能吃，不好吃的。哦，所以这边的蓝尾乌，你回去可以做。用煎的，用煎的，嘿，可以做乌鱼麻油酒，麻油酒也可以做沙西米。所以说，这边目前的乌鱼最多，量最多，再来就是白毛，白毛，哎，白毛这里也这个钓，这边也很多，哦，还有水蒸，水蒸，哎，还有雕啊，雕啊，底钩，底钩，丝木鱼，丝木鱼，丝木鱼，还有国旗啊，哦，还有鱼鳞啊。这边的生态蛮不错啦。那你好像就是在这里当一个望海老人，每天在我看你还很认真哦。我们三哥很认真，每天在早上6点多的时候，都会在这个他的 FB 告诉人家说哦，今天的浪况好不好，可不可以来做钓？对对对，真是用心的啊。对，每天几乎都有，而且在我们台湾爱钓鱼社团哦。我目前也是每天在播了，在播。和舍友的话有需要，可以上去看一下。你本身是在上面做钓具，钓具啊，对。你的钓具名字是？来来钓具。好，来来钓具啊。对对。阿里山就是。阿里山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看你表演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把你的东西带上。好，好来。好。好，今天就拜托你了。好。
好，等一下哈、哦，我们就下去做钓。那、啊、刚才那个阿里山在上面已经介绍了很多的钓组哈、哦。那这边的目标鱼啊，有白毛、黑毛、雕啊啦，哦，蓝尾乌啦，还有乌鱼啦，哦，还有这个啊沙优利，还有这个剪刀尾的叫什么？石目鱼。哦，石目鱼啊，石目鱼这里也有啊、哦。那这里拉力都很大。那等一下我们就啊、哦，好好表演给大家看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好钓鱼，加油！还有广位哦，上号哦，上班了哦，就回来。够大的吧？快点！我妹妹要来，要不要呀？这一把了，看你把，哇、哦，出到了！各位钓友，现在哈、哦，我帮你们介绍这边的燕歌石的钓点。现在你所看到的第一个就是那个大平礁，再过来就是二礁。再拉过去的话，就是战车礁，那个礁比较大一点哦。在战车礁左边过去就是热点黑毛礁哦。现在上面有站的那个就是黑毛礁，再过去一点点就是那个黄鸡礁，但黄鸡礁东北季风的时候比较危险一点点，那浪是从后面打过来的，所以这个礁到这边阿里山会建议你们哦，看风浪才下去钓做钓哦。基本上在这边做钓绝对是安全。只要看你本身的装备有没有齐全。我们的社员阿忠，哦，中三幺零。来，拍水一点嘛，上来。我来，我来。
们小林刚才中鱼啦，很厉害哈。这个蓝尾乌这是很少见的呢，对啊，很好吃。你今天用的是什么钓图？阿里山钓图。啊，阿里山，三哥帮你介绍的是吧？对。哦，这个不错啊，那我们等一下，我们多钓几尾好不好？好，力很强。好，加油。小智的，是黑毛啊？不是啦，那个是我婆啊，很大条哎。哦，很大，很大，看一下，看一下啦，很大。这样。达人啊，黄忠信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这次支援啊，我们拍第五台第二十九集成功，哎，嗨，大家好，哦，我们现在已经钓完了哈，刚才在做钓的过程呢，社长输了，还是我们的阿里山大哥厉害。阿里山大哥，我想请问你，你到底是用什么钓组可以钓赢我？我钓乌鱼，我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，竟然来到我们这个英歌时，竟然钓输你。我跟你讲哈，我在这边哦，现在讲重点哦，现在我们阿里山大哥要解破他的钓组了哈，来，大家听着哈，我在这边做了20年的钓具。也搞了20年的乌鱼。搞了20年的乌鱼。所以说，钓组我慢慢去研发。到研发到什么程度？最好用的程度。一般的话，你随便绑一绑再钓，不一定钓赢我。不一定钓赢你啊。对，因为 我今天就钓输了、啊我。我这个东西有、有配重过，对，自己有在钓。这颗是什么？恐龙。这个 EVA。EVA。好，再下来呢？幼龙，白腿幼龙。哦，这也是母线的、哦、母线绑上去啊。绑上去。啊，再来这是。里面有加铅，都配好了。配重配好了。配好了。再来这条中继线。中继线最重要。中继线多长？一寻半，而且这中继线跟一般不一样，是要用奶龙的耐磨，奶龙耐磨的。对，因为它为什么不用卡崩线？卡崩线比较硬一点点，比较硬哦。对，因为它的鱼在搜寻鱼讯的话，它那个鱼救饵的能力比较低，救饵能力比较低。对，因为你鱼哦在吃饵的时候，它一定要顺那个水流漂，很自然的话，它吃饵就比较快，比较沙。对，再来就是我们钓了。幼耳龙的钓乌鱼就看后面这一颗，这个叫鱼讯，鱼讯看就看这个就对了，看这颗宝丽龙啊，宝丽龙对，宝丽龙虎角。我们三哥是把它锁死的哈，锁死在这个天平啊，天平把它锁死在里面。啊，接下来就是接这西咖，西咖。一般你到这边来钓的话，最起码要2号的紫线。二号，我还没有听说过。乌鱼吃2号的紫线呢，想不到我们的阿里山这了一级棒用2号的紫线，2号紫线差不多60公分长，60公分长，哦、再来钩子呢？再来钩子是要用前漂的，前漂的，超轻的，这个钩子是超轻的。为什么要用超轻的？因为我们钓是钓浮水鱼，浮水鱼大概就是在1尺2尺的水中间，你的钩子太重的话，会甚至你的饵会往下沉，往下沉，乌鱼它是看前面，它没有看到下面的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你有研究啊？有研究，研究20年。你看看它乌鱼整群在游在吃饵，你可以进的时候，你看看它怎么吃。它直冲，用吸的，用吸的。所以说，我们看到这个浮球下去，就要轻轻扬竿。扬竿不能用太用力，太用力的话，你就会断旗咖。而且这边的蓝尾乌，
讲真的，他的拉力真的是一半。一半哦。哦，真的拉得很爽。我刚才看你拉，我就拉得很爽啊。所以说你有机会要来燕歌石做钓的话，哦，要专门钓蓝耳乌的话，我建议你大家还是带二号杆、三号杆。听说你也已经有做好自己做好一组的啊、哦。对。因为本身我们阿里山是钓具店的老板啊、哦。他讲这个哈、哦、非常有公信力。那如果你真的不会自己绑哦，就来我们这阿里山买这个他绑好的。我没有帮他打广告啦，我只是说怕你们不会钓啦哈、哦，好不好？好。那谢谢我们今天的阿里山的教主介绍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啊，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我老婆又煮了我们刚才钓的乌鱼麻油酒，乌鱼麻油酒。那等一下我们就好好品尝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。这是我们的第五台第二十九集，拍摄的非常成功。我们先感谢我们的阿里山，谢谢。再来，我们感谢我们阿里山的夫人煮了一锅的麻油乌鱼麻油酒。哦，自称乌鱼麻油酒啊，还真的是乌鱼酒，给我们吃哈。我们非常感谢夫人，谢谢。来，我们到现在。我们这香味我们动不了，太动了啊！那我们就先端给我们的三哥啊。好，谢谢社长，谢谢社长。再来是我们的夫人啊。好了，大家，事实证明一切啊，邱社长的啊嘴巴很厉害。我现在帮大家试吃乌鱼到底有没有味道啊？听说这个蓝尾乌很好。这是我们夫人特别帮我们煎的，这是什么来的？是乌鱼，真的没有味道。这里的蓝尾乌真的好吃，回家我要告诉老婆，下次再来钓，用阿里山的钓子跟他拼了。